处理南海问题有涉及到硬实力，也有涉及到软实力。硬实力就要讲法律、讲宣传，然后也要讲什么？讲海警船跟海军船啊，都要啊。这种软硬实力一定要兼施，尤其是对于菲律宾背后的美国，他美国会不断的给菲律宾呢、啊、加油添柴，让菲律宾有足够的动力来跟中国大陆来缠斗有关于南海主权的问题，而且美国的策略是希望把它外溢到其他国家。那中国大陆处理其他国家处理得非常好，前段时间还跟印尼总统签协议，共同开发南海的一些油田啊、油气、天然资源。那这里面虽然说印尼说，哎，我们弄这个不涉及南海的主权，我们并没有去承认中国大陆对南海主权的生索，他是讲给菲律宾听的，哎，我这个跟你无关啊。可是你跟中国大陆签约，就等于承认中国在默认中国在这边的主权。你虽然说哦，我不承认了，我没有承认哦，但是你已经默认了。你不默认怎么干人家签约？不承认但默认。对，或者是认知啊，用美国的术语讲 ，not recognize but acknowledged 啊，大概这种概念啊。反正外交官啊，那种用语就字斟句酌哈，就是处理这种问题。是因为中非之间的斗争，印尼看在眼里面，当然知道是美国嘛，啊，他干嘛介入？他当然陪在一边，没事，哦，没有我的事啊，带着。然后对菲律宾来讲，就有一个比较特殊问题，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开讲或批判一件事情，就是菲律宾在南海所主张的岛礁的占领跟主权完全非法。他们讲这个事，理由很简单啊。当时美国允许你菲律宾独立的版图里面就没有这些岛礁，所以你就是非法的嘛。你现在中业岛是非法占领的，那解放军可以考虑什么时候去把它包围起来，是创造新议题来压制你旧议题。所以现在他把那个岛礁定名，那只是一个开端，那后面还有。对，我是觉得说大陆要更加强哦，去把菲律宾。越南还因为越南并没有一个所谓的领土的国际法规范，它不可以去占领南海岛礁。对，跟中国持有南海岛礁没有任何国际法禁止，但是菲律宾明文的是规定它的领土独立的时候，就是以美国殖民地为准，美国殖民地为准就是以西班牙殖民地为准，当时完全不包含在岛礁，所以菲律宾现在在南海的九个岛礁是全部非法，中国就以把它收回来作为谈判的条件。可是菲律宾跟你打的是海洋，那这海洋的东西就有点模糊地带。菲律宾说，哎，我离我的海岸往外伸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啊，那海里面的岛礁都是我的。注意到国际海洋法规定的是海洋是海洋，好，只有以陆治海，没有以海治陆。什么意思？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领土，那我可以往外延伸，这是我的海域，但从来没有说我延伸至海域以后，海域里面的土是我的，没有这回事。那菲律宾是把它扭曲解释，那很多媒体搞不清楚，尤其是欧美媒体，哎，对啊，在人家海域里面的岛礁应该是人家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关岛是你美国的吗？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还用解释什么啊？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先把法律讲清楚。那因为这个菲律宾有一个仰仗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南海仲裁案说，哎呀，太平岛不是岛是礁，所以只能有什么有这个领海，不可有经济水域。是，然后黄岩岛不是岛不是礁，是低潮高地，那低潮高地就不能什么呀？哎，就不能有领海，所以你画了领海基线，也不能往外伸12海里领海。他到底是在讲这个？没有错，你画领海基线是合理的，因为领土是我的，我就可以画领海基线。但领海基线可不可以往外推12海里？哎，现在争论都开始了。他说你这个不是岛，不是礁，是什么？是低潮高地，意思就是说。这个海水在退潮的时候你浮出来，海水如果这个涨潮你就不见了，涨潮就不见了。对，那我建议中国大陆二话不说就把它填满，把它盖起来，弄成一个军事基地，上面就摆几个像提风系统一样的东西，瞄准马尼拉的马卡兰宫，瞄准苏比克湾，才100多公里而已啊，我们用短程导弹就打得到了，还管你什么提风，你敢摆提风我就摆黄岩岛给你看更近，连瞄准都不用，
用那个火龙弹就好，很便宜，不就又不用那个标六非常非常贵啊！不信你问这个张将军，那非常贵的。我们那很便宜的火龙弹，一颗没人民币没多少钱的，就辣到晚上睡不着觉。是，不要要真的玩硬了吧？就要硬实力。张忠谋讲不管事的，看你怎么解读。啊，你可以解读没有关系啦，不用啦，啊，因为不管事的不是一个很精准的用语啊，或者已经不影响啦，都可以去做这样解释。是啊。张忠谋现在已经不是台积电实际去负责经营的人，但他有一定的威望，可能底下的都他以前的老部署。嗯，哎，这么复杂问题该怎么处理哈？所以他情况也很清楚的，应该是很清楚的哈。这个现在就卡在这里啊，因为民主党大败啊，共和党大胜，啊，然后你现在要开工典礼。如果说民主党来啊，就说这是我的功劳啊，你不是在给川普呢？川普这个人哦，很小心眼的，哦，会记人家这个对他记仇的哈，嗯，小仇一定也都会记，和大仇哈，嗯，所以有些睚眦必报，啊，睚眦必报啊，所以台积电啊，这个时候低头做人就是对的，哎，不管你怎么放的，就台积电这样子，在我们台湾来讲，那一号人物，在美国就低头做人绝对没有错，哦，在美国总统面前呢，啊，这个不要跟我说你有多大的分量哈，哦嗯，那至于这个张忠谋讲了，当然话中有话了哈。那未来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两奈米到美国去设厂啊，或者把那个先进的封装设备 CoWoS 搬到美国去封装啊，嗯，这个都在进行中，哎，不是什么秘密啊。这个是之前平面媒体的报道，嗯，只是传言啊，都在进行中，我确认过都在进行中。哦，哎，没办法，啊，哦，你怎么办啊？美国说要就非得要去了。对啊，你能敢怎么样？不是我们主动送上大礼，哎，祝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亲此，哎，我们只能这样子，哦。所以美国不用开口，台积电自动奉上啊。哎呀，这台积电机灵得很啊，对不对？当然要不然他说台积电是小偷啊，偷人家的这个半导体生意啊。嗯，你敢驳斥他吗？那这对台积电有好处吗？对台湾来讲有好处吗？对台湾重要吗？啊，当然要川皇开心最重要。先进的制程要搬走了，哎，欸。又不是没搬过，现在搬到三奈米、四奈米，对，先进制程啊，哦，再搬个两奈米没了不起啊，嗯，以后再搬个一奈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哦，那包括 CoWoS 是台积电独家的嘛，哈，哦哦，要搬这种就先进封装，就是堆叠式的三 D 封装法，哦，要搬到这个美国去，这个是在进行中，我们不用骗自己，嗯，消息出来。就已经证实了，这是有这个事情在处理，嗯，是搬还是要多设？因为比如说台湾有，哎，然后美国也有。看产量啦，你说台湾有也好，没有也好，哈，哦，会是重要吗？重要是我美国要有啊，嗯，啊，中国在这里啊，嗯，那你有钱你在台湾设嘛？因为有的话还有所谓的护国神山，如果整个都没有了的话，搬走了就没有护国神山。对，只要美国有，哎，如果你台湾被打，美国有什么理由保护你台湾？嗯。没有啊，我美国有这些生产线，我都不需要你的啦。对你有被打，你活该；你没有被打，是你幸运。嗯，这个道理还需要很复杂逻辑吗？嗯，不需要啦。就像你日本的汽车有熊本台积电熊本厂的话，是那台湾有事，日本没事，对不对？嗯，就道理就出来了嘛。你说你有他们没有的，他一起帮腔帮忙都可以，但是他们已经都有的，你台积电的设备，他供应链齐全的，打吧，啊，这干我什么事，对不对？啊，能够也善意的帮你讲两句话，或者帮你这个出几条军舰晃一下，对不对？是，也就很不错了，不要想太多。所以蔡委员，所以之前本来传说讲两奈米的话，可能传出是在高雄。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是真的要在美国了的话，那就没有了。你问台积电，我跟你讲，说有啊有啊有啊，对不对？哦，啊，有没有？不知道。哦，啊，对不对啊？比如说，他们都常常会回答说，一切都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中。这个当然关腔关调，以前不是讲过吗？对，到美国只有一条生产线吗？现在是被四条了，啊，不是说一个厂吗？不是两个厂吗？嗯，本来不是三百亿吗？怎么变六百亿了？嗯嗯嗯，是，啊，这个就是证据嘛。台积电也无可奈何，台积电为什么要骗我们？不是他要骗我们，因为后面美国叫他骗我们。那经济部长的话也是骗的吗？因为经济部长说台湾有技术保护法，所以两奈米的制程是还不能到国外生产的。根据中华民国法令，我想目前还不行。这是经济部长讲的话啊。第一个，
赖清德用总统身份讲话都不算数，在美国总统面前，你不过是我的殖民地，你跟我讲了什么话？我这样讲够白了啊！你什么经济部长说来听听，你什么官位名片拿出来看看，什么中华民国法令，在他眼中有这种中华民国法令存在吗？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要认真看待自己、哦、不要这样觉得说哦，我照照镜子，我多伟大，我多强壮，对不对？更没那回事啊！一个 AIT 的武官晚上不睡觉，跑去这个所谓是花博园区，那打了保全人员闹事，我们国防部还出动将领去接他。哎呀，你受惊了哦，来保出来耶，对不对？这个美国在我们这边是太上皇啊，对不对？那至于刚才你提到说什么我们被打压了广告哈、哦，不能够这个登啊，我认为还小事。如果要谈严重问题，还在后面。我们比较一件事情就好了。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期间，因为美军当台军的靠山，是，所以啊，大陆的军舰跟货船、商船都不能够经过台湾海峡。我们知不知道这事？我们知道啊。那大陆有没有做到说，从现在开始，台湾的军舰、商船、货轮不准经过台湾海峡？他有没有能力？有。他有没有做到？还没有。那我们以前为什么能够这么做？我们以前那什么海峡中线？你问张将军啊，我们的战斗机整头什么侦察机整天在中国大陆晃来晃去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防空导弹。有啊，将军自己都飞过去过。对呀、啊，对呀、啊，防空导弹也少了，他就你说在福建沿海就四个，愿前先由沙堤。平潭，你看到现在为止都是记得，就这四个，我们都把这四个都找得很清楚。那现在就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是啊。所以我们当时，你说他现在这样欺我们的广告，我们以前是怎么欺负人家的？人家还没有把这个老账给算回来。对啊，如果算回来，我们就很惨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处理问题比较重要、是去计较说我让你生气，你让我生气，已经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半年多前就知道这回事了、不过这个因为是私人事情，而且博呱呱虽然他爸爸是公众人物，他本人不是嘛，是虽然有很多的大陆媒体或者海外媒体啊，都趁机在修理这个薄熙来的时候，也有谈了很多博呱呱的事。那薄熙来是薄熙来了，薄呱呱是薄呱呱了哈。那如果说他本身并没有介入政治嘛哈、那也没有任何一些可令人非议的事啊，顶多说年轻的时候开开跑车啊等等啊，又哈，也许说大陆很多人会就这事有所批评哈，但是他毕竟就在海外啊，那很自然的跟一个台湾的女留学生，那两个人就谈恋爱啦，那谈恋爱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嘛，我们就给他道贺，给他祝福。那台湾方面，当然他进出台湾的时候，也有给予特别的安排啊，特别的安排。我觉得都是常理啦，都常理，反正这个。竟然是台湾女婿嘛，那这个又有特殊的一个比较会让引人注意的身份啊，台湾方面也不叫监控了哈，应该是叫做保护哈、比较实际了哈，那比如通关给特别的优待啊，考虑啦、然后安全上特别照顾一下啦，这是人情之内啦，然后他结婚的对象啊、我们虽然知道是宜兰的望族。但是在台湾的望族排行榜上也没有很前面吧？哦，那台湾的有钱人望族一大堆，他就是一个医生世家嘛，哦，那他们也都是住在海外了，是吗？就是说，像博呱呱的话，他现在目前是定居在海外。对对对对，在海外啊、这个加拿大嘛，他在加拿大工作。这个对对、这个就不是我们要去关切的重点了哈、那可能是哦，他是金融业的，嫁鸡随鸡嘛，哈、可能是他的。未来的这个老婆啊，哈，是，那也会随他去居住，他不管他住加拿大住加拿大住英国就住英国啊、对，就是平安幸福最重要啊，早生贵子、所以不是说因为有什么国安威胁就被台湾的这些国安人员给紧盯监控就是了啦。某种程度来讲，他在大陆的处境也蛮艰难的吧？蛮艰难的，因为。也挺复杂的啊，也挺复杂的。所以进来成为台湾女婿啊，我们能给他多少温暖就给他多少温暖嘛。那其他
他们家涉及到的政治的事情也不干我们台湾的事，是，我们就保持坚薄就好了。蔡英文已经卸任了，卸任如果能够发挥一些正向的功能，我们是乐观乐见其事嘛。那他上一次去了欧洲，后来要去英国，英国就去不成嘛。英国去不成，意是意义重大。哎，他是英国毕业的，对，去不成，但是英国有英国的考虑嘛。那他去加拿大，加拿大现在跟中国大陆处了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去也许不是问题。那至于说去美国的话，那就看剩余的时间，当然就是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嘛。民主党政府跟共和党政府的交接期，他各位这个趁这个缝隙穿透一切，哦，用他的话有没有这个机会？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去他能发挥什么功能呢？什么功能都不能发挥。第一个，我跟你担保，他去加拿大，你说加拿大的政府官员会跟他见面吗？不会。很多国会议员啊，或者民间啊，等等，他去捷克，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也没什么，连个香港人都没有啊。对哈，那就去美国嘛，那就看各方势力的角劲嘛。势力角劲。那我认为说要川普，可能川普团队呢，我认为可能性不高啊，可能性不高哈，因为川普的政策很清楚，我抗中是抗中，跟你保台有什么关系？我抗中我可以卖台啊，谁说抗中不能卖台？对不对？我抗中我可以保台啊。那表面上他玩一个游戏，找一个非常亲中的当地下总理，马斯克，那找几个好像抗中的，差别在哪里？那抗中的根本就是他跑腿的啊。他今天叫你抗中，你就抗中；明天叫你亲中，卢比又马上亲中。今天叫你这个保台，他马上拼命保台；明天叫你卖台，他也会积极卖台。川普要的是这种人啊，这些人一看就知道嘛，就吃他饭的嘛。可是马斯克不一样啊，是，马斯克是他的合伙人，他的金主，那是不太一样哈。所以，所以整体来讲，川普就是一个想要在各个地方有牌玩的人，有牌可以打的人。是，可是不可能那么顺利的，然后什么前天在听他一个人的话，就少来这一套。他说他当选24小时，俄乌停战现在几个小时啊，连个影子都没有啊。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